放弃我们了。要你好大的胆子！安放队员在押送李瑶夫妇时出了意外。李瑶维尼娜的案子该有个了断了。利用极其强大的精神念力，不若反抗，后果自负。本次庭审顺利判定李耀夫妇有罪，那么裁决过程将实况转播。我是今天的执行官，代表极限武馆，还有一位执行官你也认识，雷电武馆代表雷猛长老。好久不见呐，罗峰。好久不见，雷长老。上次一级受潮见识到你我的差距之后，我奋力直追，半年前终于突破，还以为超越了你，想不到你小子这么快就追回来了。雷长老过奖了。他就是罗峰。对，听说他只是战神巅峰就能操纵16把暗器，一旦突破实力难以想象。那是第四元老伊斯特，也是精神念师，他旁边是沿海长老，最有资格冲击第五元老席位。不过他与李耀交好，这次你算间接跟他结仇，以后尽量别去招惹他。庭审即将开始。正式开始。审查结束。等一等，沿海，我有。啊？什么？馆主和雷神？涉及一位高等战神的判决，事关重大。为了确保公平公正，我和雷神到场旁听见证。好强的气场！这位雷电武馆的创始人
是仅次于馆主的世界第二强者。综上，被告人存在蓄意谋杀武者及亲属的事实，触犯战神宫武者保护法，以故意杀害武者及亲属罪、威胁社会安定罪论处，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终于，这次法庭特意安排两大武馆巡查室，看来是对李耀高度重视。那还不死心？正常，放心，在两大超越战神面前，李耀翻不出花样，除非突破。嗯，不过那不可能。这就是终点了，你们做一个最后告别吧。血祭禁术，以至亲之血为引，再以咒语破禁，最终吸食挚爱全部生命力，突破自身极限。这是维尼娜·博莱纳斯最后的决绝。Ah!
要突破了，真他妈的让我给说中了。罗峰，我一定会杀你。当心！妖娆，弗拉基米尔，在。李耀的能力是光线，速度极快，你们立即乘坐我的战机前往，合理击杀李耀。是。是。罗峰。你们没事吧？还死不了。可恶！罗峰，李耀突破后实力剧增，你不是对手。事情因我而起，也该由我接手。罗峰。检测范围内行星级武者的动向在西北方。好快，是罗峰。加速，一定要赶在他们碰面之前。好强的力量，我的速度爆发力比过去强了数倍。李耀，罗峰，都是你，因为你，我的儿子妻子都死了。你的儿子是死于傲慢，而你妻子则是被你亲手所杀。闭嘴。
燃烧生命力，难道他要？帮我一个忙吗？